索我们华视的频道，哦，观赏我们也是连续第一次在展现的成功的八级少年。那我们的龙堂是龙之堂也出发了，由我们的新派职业女队带领来体幼女队的20号女队。加油！希望我们今年有能够再度的夺回。加油！还没有出发呀？第混合组第二场是半决赛，第二场是布拉雷文化艺术队、西周部落青年兵队、三峡区原住民发展协会兵队、三里拉文化艺术团队。上四队的选手到检录处参加检录，也请半决赛第三场次的选手到检录处准备。加油！都已经到了最后的比赛点了，加油加油！待会三队的实力的成绩应该都非常的相近哦。待会第二水道将要夺旗的颜色是黄旗，第三水道是种子队要师大以来以勇呢是蓝旗，接着是绿色的标旗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多标手都已就位，那应该在终点呢是看得更清楚了。那我们目前可以只能用看他们的多标旗来判定，多标黄旗。那是我们的 Team Base 极限女子组。